行政院长林全笑得灿烂，看得出对上任后首次行政院会处女秀相当满意。 很少在市政总质询告假的高雄市长陈菊也特别请假北上，和台南市长赖清德不断交谈，有说有笑。六都市长除了新北市长朱立伦缺席，剩下五都包括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其他民进党直辖市长都亲自出席，力挺同阵营内阁首长林权，也让过去被外界戏称复仇者联盟的绿营地方首长抢进现场风头。政府的公共政策奠定的过程中间，必须要能够倾听民意，充分的沟通，也希望大家 能够务必能够保持谦卑，用同理心来体察民意。林权在会中提出三点要求和期许，其中谦卑更是提了三次，也要阁员们注意发言，勇于认识，回应人民期待。我们希望同仁能够谨言慎行，建立政务官的服务典范。 从上任前就不断强调提醒，首次院会再度拿出来，似乎很怕之前农委会主委曹启宏和政务委员张鼎生的爆冲失言再现。中华台北是目前我们参与很多国际组织常用的这个目前能够常用的，虽然不满意但是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一个名称。我们会在这个前提下呢，争取我们国人在这些 对这些参与的这些活动中间的了解，同时呢，也希望呢国家的尊严能够得到维持。新内阁上任首次主持院会，林权只想在最短时间发挥行政效能，面对新挑战、新战场，林权做足准备，要力拼有感政绩。记者张哲儒、李义璇、SNG小组台北报道。